来，儿子，肚子，我给，就炒这点菜吗？炒少了？可以。你都给我剥了，你没了给你剥点。行，你慢吃，吃，没事，我吃白面，我吃习惯了，吃。下次炒的时候稍微吃两块肉，多炒点菜就行。吃两块肉。好，你给儿子吃。我筷子呢？有一块菜意思一下行了。你吃啥吧，吃。吃完了吧？多喝水。多尿尿。好，你说。别喝水了，多尿尿，多喝水，多尿尿，多喝水，多尿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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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多喝水，尿尿。多喝水，尿尿。多喝水。这个拌面不拌菜，人吃的也舒服。你说有一天如果万一吃不上你做的拌面怎么办？我是一天都活不下去的。外面的饭，外面的拌面那个饭不好吃，吃不习惯，然后家里面才好吃。